但哈。这个还挺强的，这个呀，他这个他哎，呀，哎，冇晒啲，海滩啊，诶，再影埋佢。前一前一量佢而家唔系咁多，佢哇，几鬼少啊！你话成栋外墙都黐嘢啦，喺嗰条鱼游紧。有上可以啊。而家咧，我哋喺上海山呢個船上高，真係好靚呢度。這是一座屬於十九世紀復古主義建築，海關大樓的大鐘是法蘭英國國會的大鐘之造的，堪稱亞洲第一。有介紹過。在1928年元旦的時候，敲響了第一聲。從此，悠揚的鐘聲每天回荡在北歐和美國的大地。好，因為我哋係好開心，我哋能夠喺黃埔灘一遊。咁我哋一團人咧就而家上咗船啦。呢、這個船叫上海風采，係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都喺度嗰度坐嘅船嘅。咁今日咧，因為咧係節能用户咧，所以後邊咧啲燈咧係冇咁亮。因為咧，早排雪災風暴咧，好多人要住，咁啊周末好啲嘅，咁但咧今日天氣都算係唔錯噶啦，雖然有啲風有啲風，但咧睇下。我船長。On the west side is more buildings with different styles.
過睇呢、這個呢、這個船啦、啊。係嗰、那個船好靚。今日好可惜啊！啲燈冇開，咁咪會靚好多啦。因為節約能源。啊，不如擺呢架拍品真係貴到死。咁但係呢啲。三四年前嗰啲全部都未有喎，嗰、那個藍係每日都未有。嚇、啊，四月嚇，四月嚇，太曬啦，最貴嘅，最貴嘅。有 office 㗎啦，唔係市價，三千幾就市價，好似你啊，如果香港市價都唔錯，而家香港都係就住啦。入面咧係有餐廳，有辦公，有展覽室。白色呢個咧，呢個就係佢個餐廳嚟嘅，係嘛？佢咩餐都有嘅，好靚。因為呢啲咧就需要自己私人。啊、個 Costco 嘅字原來 ，Costco 嘅燈都唔俾開 ，Costco 嘅燒啊，哦，燈都唔俾開，所以頂下面掹。嗰啲應該係餐廳嚟嘅，頂下嗰度。
呢邊就外灘，嗰邊河東。